大家好，我中研地产阿 Ada， 今日带大家睇呢一个单位咧，就系华宝花园一个向正运动场个两房单位嚟嘅，要带大家入屋睇下先。咁业主咧非常之有心思，喺呢度设计咗一个类似吧台咁样嘅位置啦。呢一边咧就一立嗰个收纳柜。厨房也有很漂亮的景观，你看望正运动场的灯光景，全部新装修很漂亮。这边呢就会有客厅的位置，都整好曬啲收納櫃噶啦，呢邊飯廳位，個廳嗰個露台嗰個位，你睇下個景，真係幾舒服，成幅畫咁樣。有窗的，这一间是第一间客房，本身呢之前的业主呢就用了做了衣帽间的，就整晒衣柜了，那都是望同个厅的景一样，望晒暗房景、运动场景。整晒啲柜，咁依家大家咧，我睇下呢个主人同房式。咁入到嚟左手边呢边咧，就系卫生间，系有窗嘅，装修好细噶。入到房入边，呢边已经整晒一个大衣柜噶啦。咁呢边咧，仲可以做一个小朋友的床又得，做衣帽间又得，主人房个位，呢度咧主人房啊，瞓住喺度都望住前面啲景咧，系非常之靓仔嘅。咁如果大家咧对呢个单位咧有任何嘅问题咧，可以随时揾我 Ada 咨询啦。中意影片嘅朋友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哋，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下载澳门找房啦！